弟兄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逐日有上帝话伫咱的心内，互相思想，三甲提醒咱家己。特别伫咱所讲所行一举一动，咱拢要成做人的模样，是好的模范，还是歹的模范，这拢真重要，真细意。愿主的话，互咱会当逐日来省察，亲像一面镜来提醒咱。今日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，总是其中第二节到第三节，安尼讲：恁要照顾在恁中间上帝的羊群，来监督伊，毋是对勉强，是甘心照上帝；毋是为着无合宜的钱，是对欢喜的意思；也毋是伫所交代恁的做主，是做羊群的模样。现在彼得进入伫批信的结尾，伊嘛伫呼吁遐个甲我同做长老的人，遮个人就是做教会领袖，所以信徒爱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受苦，教会领袖搁较爱甲主耶稣基督做伙受苦。彼得伊亲目睭去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受苦，佮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所以伊讲，伊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。伊也见证主耶稣基督对死人复活，然后上天，对受苦到得到荣光。伊确信家己也要甲基督做伙受苦，做伙得到荣光。所以伊劝勉教会领袖爱为着牧养羊群来付出代价。到底咱应该爱安怎来牧养羊群，做羊群的模样呢？彼得安尼讲，毋是对勉强，是甘心照上帝。咱希望上帝若是出自人的民主，家己的勉强，这个侍奉就变成做一个重担。安尼侍奉唔干那是无效果，嘛未得到纪念。所以弟兄的姊妹，请问你的侍奉敢是甘心乐意的吗？第二，不是为着无合宜的钱，是对欢喜的意思。欢喜原来的意思就是有憧憬，所以咱应该爱带着憧憬去牧养，较不是为着钱财。圣经在提醒咱，唔通为着贪财。所以伫牧养的工作的顶面，主耶稣为咱建立一个好的模样。主耶稣为着羊群来放舍性命，拯救世间人。总是一曲和所牧养的人该定死的十字架顶。今仔日咱爱认清咱的目标，就是爱牧养咱的兄弟姊妹，唔是为着贪图外在物件，唔是满足家己的私欲，是为着要让兄弟姊妹通得到帮助。第三，也唔是伫所交代恁的做主，是做羊群的模样。这个做主这两字的意思，就是当家己做一个决定了后，无论安怎，拢爱其他的人绝对来听探家己。咱的圣经教示咱讲，你唔通用管辖来模样，唔是官威，是模样。所以这个模样非常重要。亲像如果你那是爱你的子儿来诚实款待人，做家长的就是你爱以身作则。家己大先爱诚实对待人，安尼你的子儿也会用你所做的来做一个模样。教会领袖是伫牧养羊群，伫照顾羊群，总是袂当用权力来管辖因，爱用模样来牧养，这是上界有影响力，是上界水的。弟兄的姊妹，请问你伫信心、伫听心？在基督的生活的顶面有做好的模样吗？咱若是忠心、甘心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上帝，到大牧者显现的时阵，你就要得到美好永远存在的赏赐。愿上帝使我们祝福咱所听到的教示，同心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恳求你帮助我，我们通过你的话来教示我，让我会晓在各方面都可以做羊群的模样，让我本身有做好的模范，来引带羊群
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，会当用安尼来阳光见证主你的好名声，也予更加侪人通认捌，阮拢是属主你的羊群，通引带因来归向伫主你。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